甜蜜初级啊，所以黄信有接近六成以上的球种都是直球，那就看看今天拉米戈啊打出去，说了就被逮到是前面几球觉得味道来了，他绝对不会错过，所以都很积极。会不会在前面哦？你看，哇，安打来了！那现在两出局，你上面跑着林晨飞，你就冲了，传回来啊 ！Take out， 哇！休息，右外手变成深三。这个其中的一个棒次哈，那后来是杨耀勋受伤之后，青空信太郎对于他第一个打席打出安打的这个表，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这种心态可以保持下去的话，对他之后的表现是很有帮助。直球啊，走进了外角的边缘，让蓝一伦的站着不动被三振，这也是今天蓝一伦的第一次被解决。这个最后的，哇，第一球就是。挥棒落空，哇，这个飞，这个幅度，因为这个年纪就像林晨飞一样，那种都是，他现在是二十岁。哦，这球有被带起来，还是被接住了。内容上来看，虽然后面三次是出局，但其实整体来讲还蛮称职的。包含刚刚打的这一球也。